李先生，李先生，李先生，好久不见！哎，我变了。啊，你不介意我就是360拍视频吧？就是我拿着这个360的。哈？这个挺就是这里不是有两个头，我就是那个有外部显示器，好像有一个这么大的，就是外部显示器，但是应该不是那个的问题，应该就是这个的问题，因为我试过插过线，换过线，插过跟外部的液晶屏插过，但是不行。起过是什么情况？这个就是我插过，前一卡嘛，就是它经常就是。这个抖还是外接抖？外面的抖，就是这个如果连接了另外一个液晶屏的话，它会抖，就是上面的好像我播放视频。你看这个。然后这个液晶屏就会抖啊，就经常闪啊闪，不停的闪烁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液晶闪是吧？这个闪是吧？对，不是这一个闪，就好像我上面还有一个屏啊。不，但是我用这里有个口，然后对面也有两个口，然后我插了之后还是，我本来以为是线的问题，但是也不行，就是那个还是在一直在闪换的线，然后可以。对啊，会自动就是，然后灯就会暗下来，这样很奇怪。我有点混乱了，这个不闪的，这个不是外面的闪，就是这一个跟好像我有一个这样的，怎么说？就最近我们以为是电力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经常就是停电。我接外面，它很容易就会闪。对，好像你用我这个连接另外一台液晶屏，就是我有更大的看得更方便，比这个更大的液晶屏。也是挺好的。因为我打算拍了之后摆上了。我之前也过来拍过华强北的，因为很多外国人过来，我要维修电脑什么的，也可以告诉他们，就是他们看到了就过来找你。这个很容易被围观啊！没有啊，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很多人，比这里还多人，没有什么人围观我，他就看这个以为我在偷拍。应该不是显卡的。你觉得不是显卡的问题？对，我也不知道，就是因为我试过，我觉得是线的问题，但是线换了，我用一个其他的测试，好像你有一个平板电脑，我用那个 Raspberry Pi 去测试另外的外部的那个电脑，它就可以，就是它不闪。它就是用其他的来测试我的外部的电脑，就没有闪，就是唯一用苹果电脑来连接我那个外部的液晶屏，它就闪，它就有这个问题。所以我好的。我以为你说这个液晶闪就是显卡。修了就要拉走啊？怎么？要拉走啊？拉走？你是不是要等到它修好就拉走？哦，对啊，我想他今天就修好，但是他说今天可能修不好。我在微信跟他说，他说要把它放进烤箱里面，如果就是不行的话，他叫我换主板。我说不是主板的问题，因为这新的嘛，上一年才买的。上一年去泰国玩的时候，泰国没有像华强北这样的，所以没有办法，迫于无奈就一定要买一个。技术不行的。啊？那得继续不行的，这边。他说，如果你一定要的话，要等我3个月。我说3个月，我来这里玩才玩1个月，然后就被迫了买了一个新的。对，不也就是，没办法，经常坏的。泰国玩的时候坏的。不是，之前我们坏过一次，还有我还有一台的时候，当时候过新年嘛，他要回家，他要回去过年。我说，那你回来，我要等到你回来，我等不及。然后他说，可能泰国也可以维修的，就去泰国玩的时候也带上了他，但是就维修不了。他说，要不你等不及了，你一定要买个新的。当时他们那里就是很麻烦，去弄动乱嘛，动乱很多人坐在地上，然后要去弄，哎，没办法，所以被迫买了一个新的。但是如果今天就要，我当然希望没有什么问题，等一下就拿回家，应该是显卡的问题。试一下，就是好像有一个显示器，我用外部还有一个显示器在上面。谢谢。哎，我吃药。哎，对，那个嘛，我去公司吃完，找你。 就是你看一下你们那个会不会闪？就是没有用你播放一个那个音乐啊什么啊不是音视频，看一下。对。哎，成绩这么好，但是我这次要上，那你好，这个全部都会。 然后我只期待。哦，不是，是在我那里播放，然后放你上面看，对。 这个是你的，对，就是我的那个播放。这个是你的。对啊，就是在我的那里打开，然后就是，哦，这个是我的，啊、我移过了。好，那你随便播放一个视频，看一下行不行？但是我已经就是换过2根线了，就是两边它有2个插头的嘛，2个我都试过。 啊？我现在接的是那个 HDMI 入口 ，OK 的。我接了 HDMI， 还有一个闪电标志的都不行，2个都不行。看一下它就可以去看一下。还有我那个就是keyboard 那个键盘就不行，就是经常要很大力按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里面有了尘啊什么的。你只能换。只能换，就是把那个键盘换了。对啊，并且不比那个键盘很麻烦。 可以回头。那个都没有关系的，那个也是什么对吧？或者是外接鼠标之类的，应该不方便。没有用外接鼠标，一般都是用那个鼠标。有时也会用，如果要画图啊什么的，就是比较复杂的。对啊。是带着在场外用的是吗？场外在家里用。这个比较奇怪，而且你在家里用很快就出问题，那你有没有把那个线带过来？没有把那个线带过来。 就是它就会闪那个屏幕，就是一闪。这个不闪，那个闪。这个电脑没有问题，是没有问题。但是我试过2个线，我能不能？但是它有2根线对吗？一个是转接线对吗？还有一条线是接在那个电视的线对吗？对，有一个是转接。那条线有可能。对，我都是。你的意思是，就是接到那个。 什么？另外外接显示器的那个线有问题。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哇，就是电脑拿过来。神器。没有什么。360全景。一拿过来，电脑是这样的，线是我的。嗯，对。外接如果不转 ，OK， 你只能在你那一圈找问题，那这一部分是没有问题。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，你认为？更久一点吗？对不对？不是，它为什么？它有闪的呀，它。 我这次换了线也不是，你等我一下。这个逻辑有点混乱了。对啊，因为有什么理由我换了几根线？难道我的线都坏了吗？而且我们那里经常修筑那个就是。我觉得就是这样的。